十二生肖本周运势，属鼠的人工作受到委屈，化悲愤为力量，让自己成长。属牛的人，伴侣提供想法解决工作难题，让你更珍惜他。属虎的人，皮肤出现状况，做好清洁保养，且养成良好作息。属兔的人，忙碌的工作接近尾声，事情要耐心处理。属龙的人，远距离恋爱，想念伴侣，却只能靠电话传达。属蛇的人，多去郊外走走，看看绿色景物。属马的人，职场说话要注意，避免引起误会。属羊的人，趁工作空闲时间陪伴情人，感情升温。属猴的人，控制甜食摄取，小心发胖。属鸡的人，有升职机会，要谨慎理财。属狗的人，单身者宁缺毋滥，不要浪费时间在错的人身上。属猪的人，皮肤过敏，切勿乱吃。